带着两个小孩来吃早餐，回去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准备开车去领快递的节奏啊。好的。太多快递了，只能开车去领，手上拿不了那么多的。拆不完的快递。拆不完的快递。走吧，回去休息一下。先。以后都在这里的不？以后都在这里了啊！以后都在这全偷了。周五、周六妈妈才有空来接你了啊！哎，乖，两个小姑娘。嗯。哥哥，弟弟吧，弟哥是吧？弟。那都是你啊！啊。弟弟的女儿。都是你的女儿啊？不是，这里是在这里读的呀。哦，在这里的是吧？哪里再要打料呢？再也是来当兵的。哦。哦，我看一下小孩住的地方哦。是这里吗？不是这里，肯定不是这里。这个是很家人住的。哪个？这里吗？哦，这个。可以。哦，这个是小孩睡。一个小房间睡四个，那可以。这个没窄哈，这个梗没窄吧？这个小梗没窄啊，这小姑娘哈。那边有自己的卫生间。嘉轩满不满意？还行吧。还行是吧？那小女孩没得话，那小我刚画了出来，那小女孩。是啊。这个是我同学。啊，你同学是吧？很好。长大了。在这里有卫生间。那我。这里。哇，太好了。那怎么不是女孩哦？啊，没事。没事的。没事。很好。我要跟着这里讲。这两天这两天跟着他们拿着。以后就在这里偷了哦。好的。周五的话，周六妈妈才来空来接你了啊。在这里家庭似的很好的是吧？很好，是的，我。对呀，我就喜欢这样，不然的话，之前那边我就觉得那。家庭式的话要比较好一些。走。你看妈妈给你带来这点什么书。哎呀，好高兴啊！喜不喜欢人家生？喜不喜欢拳头？啊，喜欢，说实话。是在小学的第一次拳头。在小学第一次拳头，那你一直妈妈一直带你到现在不？我也要放松一下了呀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有我的事情要做了，而且你要听阿姨、听姑妈的话，我知道没有？哎，你自己写吗？妈妈好漂亮。写在哪里？动手，前面把它难看都无所谓，只要动手就得了，不要好看。自己做的还自己有那个。晚上你们想吃什么要说吧。中午我想，然后你家用上去，但他讲的，我们就提前说，不能人家压在桌上，我们才想吃，不能也不能吃，知道没有？不是的，不是按的，就是按规律一周。他们都不挑食，这反正我觉得这两个也不挑食的。不挑食，反正讲是的可以，就是搭配，周一到周五这样的搭配好就得了。那是我们每天的。小孩放到这里，我都放心的很。放心了哈，拜拜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第二个家了。还有很多，走吧。我最喜欢拆快递了。那走吧。我记得今天早上还有个帽子也到了。到了呀，不知道在哪里。我已经拿回去了。哦，那走吧。今天快递回来一小部分了，是吧？这是在老肥姐夫直播间买的一小部分回来的。啊，在龙源老肥直播间买的，你们两个拆吧。这是帽子。三顶吗？两顶啊，还是三顶？三顶。这个拆。慢点。这拆是。三顶是吧？是吗？这里有我们。还有一顶呢，就只有两顶。猜你的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床套，被单吗？哇，这个被单好漂亮。还是哪个？哇，自己花边呢。嗯，得了，拿过一边去，猜那里看一下。被套。拿出来啊。
这是嘉诚的背靠。嗯，哦，我的那个小黄瓜。这个四件套是妈妈的，哇，这包装的好精致。嗯，出来一部分而已。嗯，好了，剪好了。好，好的。质量很好哎。是啊，它还有里面还有假的那种。对啊，那个这个哦，就是长得这个样子，对，长得这个样，真的这个质量很好的，不好之后就是这个全部了。嗯，好，嗯，好玩一天吧。好的。明天开学了，这好好玩。给你跟同学好好玩，小熊，好乖呀，好久不见你了。好了，你们在这里玩了。